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各位大德，各位爱花的菩萨们，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将以中华花艺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兰啊，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呢，在我的前面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花器啊。那这个花器呢，其实不是现代的作品啊，它是在中国宋朝的时候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花器。那这个花器我们称为愿体兰。啊，愿体兰，也就是呢，在中国宋朝的时候呢，我们用在皇宫贵族啊，或者是在隆盛的场合所运用的一个花器啊。那这样的一个花器呢，其实刚开始在台湾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我们是从古书中就是李嵩的《兰花图》中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么特殊的一个花器，而且这么大气的一个花器。那经过呢非常有名的竹编家竹编艺术家呢张献平先生他的编织然后后来呢有这样的一个仿作的一个作品好，那我们才有这么好的一个缘分，那么好的机会可以插这样一个大作。那像这个花器呢，我们在很多的场合运用的时候比如说大型的场合，有时候在我们在佛教的场合我们也运用像我们在我们生命道场呢有一些道场呢我们也曾经插过，那法师都非常的喜欢他觉得很好看像今天我的学生呢，他们去插拉巴的那个围炉那他们也插了2个这样大型的花器在华严殿里面所以这个花器呢，我应用在很多的场合都很受很多人的喜欢那这个花器它花型非常的，整个空间非常的大所以我们把这件作品定名为有容乃大那因为呢在尚书君臣编里面告诉我们说呢要有容得乃大那看到这个花器这么的宽大那我们也回来思考一下有时候我们人生呢都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私心或者自己的一个执着，那我们怎么样借由泱泱大度的一个花器那来感受有容乃大的感觉那我们首先先来介绍一下花器一般来讲我们的花器呢，当我们是这样放的时候我们称为正置就是说这个提梁是这样子放的我们称为正置。那只要是在正式的场合然后端庄的场合，比较重要的场合我们都会用正置那如果说呢我们把这个花器的这个提梁呢是这样子放的时候我们称为偏置我们称为偏置。那偏置呢我们就感觉上比较活泼雅致好，那还有一个插法呢，我们是把这样子插的，我们称为侧置那侧置呢是用在呢比较特殊的场合因为呢除非这个提梁这么的美但是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这个提梁真的非常的美。当我们用侧置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提梁的编织它的那种精致那种美感然后包括它下段的这个部分呢都非常它配下面边用竹编编的一个非常吉祥的一个纹饰所以整个花器呢真的充满了古典的意象然后呢这个花器呢我们在插作花的时候我们可以插很隆盛的花型，就是4面8方都很圆满像那个在故宫的画里面李松的《兰花图》它是4面花就是四面四个面都可以看到的啊。那我们过去也曾经插过哈。那我们今天呢，来试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插画哈。好，那首先呢，我把这个花器呢稍微的换一下这个角度哈。好，我们试试看。 好，然后呢，我今天呢刚好呢，布置会场啊，剩了一支这样的一个柏枝啊、柏枝啊、的枝干哈，这支柏枝的枝干非常的有造型哈、好，那我们把它呢，刚好应用这个蓝的这个边缘哈、这样把它跨上去。好，然后我这边呢再做一个枝梗啊、帮它做一个定枝啊、比如说呢，待会儿在这边做一个枝梗，把它定枝下来哈、然后利用这一支定枝呢，把它这边做一个固定，然后这个。 提梁的这边呢，再做一个固定哈。那我们把它先做一下定枝。好，那我们把这个柏呢做两段的定枝啊。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呢，我利用这个花器的这个空间的这个地方，这个提梁的这个地方呢，绑了一支的铁丝啊，然后又在这个地方呢，又做了一个枝，帮它固定起来啊。因为这一个枝是不可能用剑山的力量把它插下去的，所以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小技巧啊。 它就是运用这样的一个枝，然后拨把它定起来哈。好，那我在这个插座的这个过程中呢，哈，我把这个柏呢稍微的剪一下下哈。好，那我各位阿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我现在所用的这个花材哈，我们俗称导柏哈，但是。 之所以称为导柏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花材本身呢，它是匍匐的生长的哈，也就是说它生长生态都是这样平粗的，好，或者是往下垂的哈，但是它显现出一种生命力，就是这样下垂以后再往上升的一种感觉哈，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花材哈。那除了叫做导柏之外呢，它又叫做玉，它真正的学名叫做玉山圆柏哈。那这个花材呢？ 非常的可贵啊！那我因为有一些因缘呢，那在我们新店有一些因缘，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花材可以运用啊。那这个花材我在取得的时候呢，我是买到以后呢，我会把大枝的柏啊都很善用它，用在真正有时候需要的大会场啊。那除非是特别需要哈，我才会去选用它。然后中枝的柏呢，就插在佛龛前面啊。 然后呢，这个各位看到我现在剪下来这小枝的柏呢，我们都会运用插一些水平型或者桌上型哈，几乎让这个柏呢，所有剪下来的每一个枝枝叶叶啊，都是很有用的哈。那让它充分的运用啊。那我们古人说呢，低荷花露写唐诗，那烧。 柏子香啊，读周易哈。那所以其实呢，据说呢，古代的人呢，他们在烧香的时候，没有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香料啊。然后他们就利用这个柏枝呢，柏的这个枝呢，来做这个应用在香材的方面哈，就是可以烧哈，干掉以后啊，像我认识的一个先生呢，他还把这个柏枝呢，他们做生化科技啊，变成可以喝。 饮用的茶，哈，在夏天可以喝的茶，然后这个呢，它本身都非常的香气啊。有一次我的教室里面，买了比较多这个柏，然后好多人进来了，都说哇，整个教室都充满柏的香味哈、好，那我们把这一支很漂亮的柏这样子，好，我再修掉一些些，让它比较有一点空间的感觉。啊，那这个柏呢，非常的清脆哈、所以我们说，之所以爱松柏，就是美其劳矣啊、好，那我们把它稍微的加一下下，然后在下段呢，我们也加一下下。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个姿态呢，是非常的好看哈。好，那接下来我们为了要平衡它这个感觉，所以呢。 也插一个跟平常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们平常插的都是龙胜兰啊，但是我们今天呢让它有一点点很特殊的哈，因为有这个柏的关系，所以我们再加一块这样的木头啊，在这个兰里面啊，因为我们平常插的都是，好，我们把它放一下下哈，那个角度啊，因为呢它里面有一个水盘，好，那加一个这样的一个。枯木啊，那这个枯木一放下去之后，就有点像那个30哈，30哈，就有点像那个三 B 的10的感觉哈。好，那因为已经这么充满了这么多的花材了，所以在主要的花材方面呢，我就用的比较少一点点哈。比如说我现在要用的哈，这个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称为火炬花哈，火炬花哈。好，那我把它剪短一点点啊，让我的火炬压得比较短一点点。 好，其实呢，这个花材呢，我们在市场上称它为火炬花哈。那其实我觉得它应该起一个更美的名字哈，因为它像一朵红色的莲花的感觉哈。好，那我把它稍微的用力一点哈，它是属于有点浆荷科的哈。好，我们看到啊，在这样子。 哇，这个红跟绿两个搭配起来，就形成一个很美的一个色彩。好，好，那我再加一点点的材料来补它的后段。啊，因为呢，整个颜色非常的简单哈，就是红色跟绿色两个颜色。 那我们说呢，在我们的插花里面呢，我们的花器呢，我们说筒重婉约，那兰贵端庄哈。那兰呢，就是插起来呢，要有一种泱泱大气的感觉。好，我把那个下段呢，用一点绿色的植物补一下下。 我们在后段呢也稍微补一下下，好，那观音菩萨可以看到呢，它的比例两边似乎是非常的悬殊的哈，因为一边很高哈，但是一边呢它比较低一点点哈，我有一点点刻意的让它呢两边有一点点不是很对称的一种美感，好，可是这样子可以去强调这一朵花的一种的感觉哈，虽然花材用的非常的简单啊，但是呢，它的觉得它的整个格调呢，跟风雅呢，非常的高尚啊。那这种花呢，我们平常在插龙盛型的花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在所谓的宫廷插花，也就是中华花艺呢，除了这个花器的分类之外，我们分为瓶、盘、缸、碗、桶、篮啊，这个我们称为6大器型之外呢，我们还有按照生活层次的应用啊。那按照生活层次的应用呢，我们分为呢，就是有所谓的文人插花、民间插花、宗教插花跟宫廷插花啊，这样4大的类型。 那所谓的民间插花呢，就是按照民间的节气啊，比如说过年啦、元宵啦、哈，然后清明啦、端午啦，然后七夕啦，然后中秋啦、重阳啦，哈，这样子来插花，那我们称为民间插花啊。那所谓的文人插花呢，就是文人雅士啊，他们在书斋、厅堂啊，或者个人的生活空间所运用的一种花艺。 那文人插花呢，一般来讲，我们花器会用的比较格高韵盛啊。那花材也要特别选择一些比较有花品的花材哈。那就比如像我们今天呢，我们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柏枝啊，感觉它非常的苍劲有力啊，而且古雅啊。然后呢，姿态非常的特别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用了一个这样的一块的木头啊，那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会发觉我们很重视一个人的风骨啊，所以一块这样的木头下去之后呢，就表现一个读书人好或者一个从政的人啊，因为我们从现在的社会中呢，我们会发觉现在的人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人的一个气节跟风骨呢啊，那感觉上似乎观念上比较薄弱了啊，所以呢，我们借由在插花中呢，我们也观花，然后反省自身啊，那所以我们加了一块这样的木头哈，这也是一种文人画意的一种特殊的情境的表现。然后呢，我们用一朵这么盛开的红色的这个莲花啊，这个火炬花，它像红莲一样哈，那也感觉到生命的一种热忱啊，跟感恩啊。所以我们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兰呢，我们平常是以它来插所谓的宫廷插花啊，就像我刚刚分享到了，就是所谓的宫廷插花，如果今天插在这个兰里面，它可能要用的花可能要10几种啊。然后是五彩缤纷的，那繁花竞艳的啊，那很多的花插出来了，我们称为宫廷的插花啊。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宗教的插花啊，也就是在各种的教堂里面或者我们的寺院里面插的花，我们称为宗教插花。那这4种是按照生活的空间运用啊所插的几种花型哈。好，那我们再插完这样的一个。我们觉得很具有文人的气息的一个花之后呢，哈，那我们来配一些配件哈，比如说啊，我摆上一个这样的一个如意啊，那各位可以看到呢，这个如意上面呢啊有雕刻了有松果，有葫芦哈，然后有很多的奇花异兽的感觉哈。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加上柿子啊。那我们一般呢可以用真正的柿子去表现这个事事如意啊。那也可以呢用这个有一点带有女工的啊这样的柿子啊，我们以那个女工的这个角度来做了这个柿子。然后我们以柿子，然后加上这个如意啊。所以在新年期间呢啊。或者是就是节庆的时候呢啊，我们可以插一个这样非常高雅的花艺的作品啊。那这些年来呢，我们会发觉呢，除了一般的家庭在运用这样的花艺之外，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寺院啊，因为道场每到过年的时候也会插很多很多这样的花。那像这样大型的花呢啊，有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在道场的某一个角落啊，然后它会把春天的那种气息，还有植物的那种生意呢表现出来啊。那这些年来，我也很深的感受到很多的。大型的住宅区啊，他们在他们的 lobby 啊，也会希望能够在过年的期间能够插一件大作啊。那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中华花艺很能够在很多地方做很好的一个表现的啊。那像这样大型的一个篮呢，哈，我们可以插一个单个或者2个篮合在一起啊，然后放在 lobby 呢。又很具有东方的一个情境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插很多的西式的花啊，它看起来很缤纷，可是过年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又能够带有这样的春联的感觉啊，然后再加上很简单的色彩，但是很有东方意境的一种插花方式呢啊，我想我们都可以很善于去应用的啊。那期待这样的兰呢啊，也能够带给你。事事的一个圆满啊，因为兰它是圆圆满满的，所以兰也带有很深的一个祝福啊，祝福圆满啊。兰也代表一种理，那我们知道理就是知道进退啊，知道节度啊，知道该前进、该后退、该停、该往前走啊，这个都是一种礼节啊。所以在传统的花艺中呢啊。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会发觉不只是展现花材的花枝美态，或者你个人的技巧，那我们也可以把很多传统的思维、传统的文化、传统的哲学思想啊，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用一个这样子六角形的这个漆器啊，各位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这一次所用的所有的花器呢，都是属于比较有点贵气的哈，因为我们介绍过呢，我们的花器分为金屋跟金舍2个啊，那这种漆器呢，它都是属于金屋啊。那这个花器呢，它是以六角形的构图做成的啊。那古典中带有现代，因为它的这个提把呢，它不是直接用木头的啊，因为它做一个好像藤一样的这种感觉啊，然后所以感觉上。 有一种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感觉啊，然后它上面也画了各种的花式文绘，而且呢，它不是只有描金而已，它有上了各种的颜色哈、啊。好，那我们把它打开之后呢，啊，这样一个六角形的花器呢，啊，其实我平常也有把它拿来当做装糖果的糖果盒啊。那除了装糖果盒之外呢？ 也可以用来插花哈。那我在里面放了剑山之后呢，哈，我们接续前面的薄哈，我们让它有点有松有薄啊的这种感觉啊，让它松薄长青啊，那的感觉哈。好，所以呢，虽然在过年的期间，有些人觉得说，哎，家里喜欢插那个晶晶亮亮的东西，好，那除了晶晶亮亮的东西之外呢，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加一些这种还是很带有意象的，好意象的花哈，也就是不只是只要一些亮亮晶晶的东西哈，那像这些松啦、柏啦、哦梅啦、兰啦、竹啦、菊啊哈，这些呢它都很适合在我们插花中用它来表现。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这样是一只亭亭玉立的松，好，人家形容某些。有些人呢，他说，朝如彩霞举啊，然后亭亭玉立的感觉哈、啊。好，他其立如松啊，就是这个人站立起来就像一棵松树一样哈、啊。好，那配合这个很低的提梁哈、啊，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啊，那当然我这个比例是比正常的比例高一点点哈、啊，因为有一些文人插花或者我要表现松的一种他那种姿态的一种优雅。 那个俊朗的感觉，所以我把它的高度插得比较高了一些些哈。好，那相反的就是我们这个提梁是很低的啊。那我们在插主花的时候呢，最好这个主花的花呢，不要太高过提梁哈。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提梁很低啊，然后呢，我就把我的主花压得也更低。 啊，就像让这一朵花，因为如果说我们插做一件这样的作品，好，那我们把主花插高了，我们就会觉得呢，它这个提梁的美就没有了。好，那比如说各位爱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哇，一朵这个莲花开成这个菊花开成像莲花一样漂亮的一种感觉。好，好，那。我在这个下段的地方呢，我用一点点绿色的柏哈，我们的南柏。 啊，虽然不是很刻意的要用这个四君子花呢，可是我们也会发觉呢，这个花材呢，它的那个情境哈、哦，有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感觉，就是呢，需要把这个很具有这个文人意象的花呢，是结合在一起的哈、哦。好，那我把它拨加一下下哈。哦 好，我们现在有松有柏啊，然后有一朵的这个菊花，好，那我们利用这个绿色的这个柏呢，去衬托我们的这个粉红色的这一朵菊花的美，好，然后也用这个空间呢，去把它呢修饰一下它的这个剑山啊，让那个剑山看起来不要这么的明显。 各位阿菩萨现在可以欣赏一下哈，它经过薄的一个修饰之后的一个感觉哈。好，那我在后段的地方呢，加一点点的这个兰花啊。好，那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是小本的文心兰哈。好，那我把它稍微的剪掉一些些啊，不要让它太多哈。好，那这个文心兰呢，我们做一点点后段往后延伸的感觉。 好，那我想呢，我们今天的这件作品呢，啊，我们就用这样小小的一个花篮啊，一个六角篮哈、啊，然后加上呢，啊，加上这个很简单的几朵小小的小花啊，来插作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品的一个作品啊。那我们这个盘呢，这个器皿呢，也可以放到旁边去哈、啊，比如说我把它做一个简单的配饰。 啊，做一个简单的配饰。好，像这样子，好，这个很简单的配饰。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呢，加上一点点的配件，哈，比如说我们加上一点点任何的垂饰也可以。那如果不需要的时候呢，哈，那我们可以只是把它这样子当做一件，很精致的一个小花啊，来放置它。 好，那我们刚刚在介绍我们的中华花艺的6大器型的时候呢，我们说呢，平花高昂啊、那盘花深广，那刚讲快题、晚球、中长、筒重、婉约、兰贵、端庄。好，所以兰花本身呢，它就贵在于要大方端庄啊、那这个花器。 虽然不同于前面的那件作品是这么的这么的圆满啊，可是它是这么的精致小巧啊、所以也是一件结合呢松柏啊、结合菊、结合兰啊、这些优雅的芬芳的花材在一起的一个花哦、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意境来插这一件的有容乃大啊、那愿此香华遍满十方，供养三宝。 护法龙天，普熏众生。